鱿鱼，酸爽开胃，拯救没食欲的夏天。首先给鱿鱼切个漂亮的斜十字花，油热下蒜末炒出香味，放熟后倒入蚬菜碗中，小米辣、生抽、蚝油、盐、白糖，搅匀备油炸一分钟后，下茄子炸熟捞出。夏天到了，为什么酒店料酒去腥？水开后煮两分钟就可以捞出来了。柠檬片，一包酒店都在用的海鲜捞汁。一袋300克蛋糕专用粉，75克纯牛奶，用打饭器打发5分钟，再加75克食用油翻拌均匀。锅底时要个小星星，谢谢了。小酥肉到底要怎样做才有？加盐、胡椒粉、料酒、生抽，搅拌均匀备用。三个正经的鸡蛋，150克，想吃蛋糕真的就是这么简单。切好的牛肉，加盐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老抽、料酒、姜丝、地瓜粉抓拌均匀，再放油煮金针菇、胡萝卜，铺上牛肉分钟，最后不喜欢吃辣的来腻，到砂锅里加9个安全蛋、葱姜，一勺万能的红烧料，来半瓶啤酒，加青